继续来到这个高雄的凤山，一间钓虾店附近的 KTV， 一群人在遐唱歌、拉客、饮酒，过来起冤家、起相拍。这个警方赶到现场嘛，无咧插嘴，甚至甲警察来叫三二警。这个警方不得不来喷这个辣椒水，用手铐甲人铐起来。啊，拢遮哩啊暗咯，竟然阁带两个幼囡仔伫个现场，看到这个大人乱吵吵的状况，实在予人真害头。警方赶来钓虾场，今年酒醉查甫人一直呛声，情绪是真激动。两个人起甲动手，又拢又袂调，过程当中阁一直袂歹听话，环境看袂落，对喷辣椒水、压制上手铐。虽然制服今年酒醉的查甫人，但是钓虾场还阁有状况，有人已经倒伫涂骹。想要叫计程车刷向拒绝，敢会当乖乖啊等救护车？只要他心脏不好，他情绪激动的话，他就会这样。这伫个14号半暝发生伫个高雄凤山区的一间钓虾场，一群人来内面的 KTV 唱歌，刷伫个饮酒了后，两个查甫人唔拿弯起来，也去拍起来。警方立即依法严正执法，以喷辣椒水喷洒之后，施以保护管束，依法执行公务的警察，怒骂部分，依涉违法。好，妨碍公务侦办。现场是乱吵吵，竟然还阁听到囡仔吼的声音，有两个囡仔还阁伫现场。有两名儿童，深夜逗留在 KTV 内，没有依法通报，本所依涉违法及儿少法通报相关权责单位依法裁处。饮酒醉闹事破坏朋友之间的感情，含警察的骂惨落，已经用依法来上班。不过半暝带囡仔来这个场所，真正是上歹的示范。